好嘞。最正还是一直都是这么正，就大家都蛮可爱的。哎，这熊好可爱哦！太好了，然后这个大只，大只啊，大只，他们的吉祥物。那我们机上的餐点都是以台湾的小吃为主，那排骨饭就是非常有台湾味道的五种味排骨饭，全部都是台湾小吃。这个是我们机上还蛮受欢迎的盐酥鸡，盐酥鸡，盐酥鸡真的非常有夜市风味的台湾盐酥鸡，那在机上还蛮受欢迎的。那盐酥鸡小心哦。哎，吃过来，好不好？好吃，好吃哦，好吃哦。好吃哦，要再吃了吧，我是孤寂的。我觉得让外国的客人来搭威航的时候，也可以感受到台湾小吃的风味。真的，我对啊，有咸酥鸡吗？我太脏了，我真的太香了，好好吃啊！我觉得这是香的，真的过分了，这么烫，这么烫，咸酥鸡耶，可爱哦，上面是熊，小熊。熊哎，还有烙印哎，好可爱哎！他好想换你的微笑。哎，我想利用你的微笑外带你的心，可以吗？有听到吗？我说要利用你的微笑外带你的心哎！天哪！可以带回家吗？